姐，现在我们到了 Takayama 高山了。从火车站走过来这边大概要十分钟左右，差不多少过一公里就可以来到大概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Takayama 的那个每次看旅游书的那条街的照片，就是在这里附近的。说现在冬天来讲 Takayama 没有下雪，可是它的天气是蛮冷，但是那种冷又不会让你喘不过气。主要是因为打开了嘛，这里主要是日本说法来讲，我来到这边是没有风的，没有什么大风，没有风的话它其实是不冷。加上现在刚好这是中午时间，所以你看太阳其实很暴晒的，不过你还可以看到地上沾满那些冰，所以走路要很小心，因为很滑很危险。所以老人家如果冬天来到打开了嘛这种地方旅行的话呢，要很注意地上，因为它这样真的很滑。OK， 那大概带你们走走下，看一下到底大概亚妈里面的那条老街长得什么样子。而且讲真，游客并没有想象中这样多，还好。对，这个就是大概亚妈的那条桥了。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他那条老街。看到吗？它的地上其实这也是冰来的，所以很滑的。如果你走路走快的话，一滑倒真的是没有眼看了的啊。他们的神社，他们的 temple 之类的就有很多了。看到屋瓦上面都是冰来的。过对面看一下，哇，这样真的很滑。想叫妈这边买他的 ice cream 来吃。哎呦，都不准备。这边也有，我大概有两个小时半的时间会花在这边，一直走了，走到很远，就是安排时间走回去巴士站就可以了，其实很足够的。就慢慢体验一下这边的感觉了。其实这边如果是旅游来讲，真的是很冷。很多这种这样的茶屋啊。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出名的那个 Takayama Sake 那个酒，买一瓶回来。那这边就是要买他的酒。哇，真的是有下雪，现在有下冰点雪，不过开不到出来。其实是现在是有下着雪的。对，但是拍这些呢，看看有什么特别的，再 continue 拍下一个片段。